还记得碰见那一身血吗？你平时练得再苦再累，你伤了战场，一枪撂倒，根本不给你机会成英雄。你觉得这公平吗？那是我的命，我认。你想干什么，就必须要干成。干不成就死。那你这辈子？ 得死多少回？哨所遇袭你没死，边境追凶你也没死，去当通讯员你就要死了，还把自己关在里边，让外面的人看到你的尊严。这扇门就是你的尊严。 我想不通，老兵们喊我变态王的时候，我也想不通。但是后来我想通了，甚至我还有些得意。